小心，一边唱歌一边送好不好？来，刷来安排这首歌，也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很感动的歌曲，叫做《妈妈》。帮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我叫什么名字？这边玩好吗？好，我刚唱的歌叫什么？我唱的歌叫什么？要看，所以呢，后面的朋友就跑过来前面说：“后面的朋友，拜托一下，前面可不可以稍微蹲低一点？拍照的话，我们稍微蹲着哈，这样拍是是是好不好？蹲着拍脚也会比较长。好，阿伯阿伯的这朋友吼，我们好紧扎掉哈，大家太热情。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卡车司机开到一半停下来，哇，赶快冲进来！哪里哪里？赶快冲进来！像慧玲的魅力真的太大了哈。谢谢谢谢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重要事情，赶快。